初步核算，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84,997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4.5%，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.2%。分产业看，第一产业增加值11,575亿元，同比增长3.7%。第二产业增加值107,947亿元，增长3.3%。第三产业增加值16,475亿元，增长5.4%。